再次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邱处长的美丽歌声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一轮的节目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接下来请欣赏男女生混合唱，第一首《星夜交辉》，第二首《满江红》，第三首《同一首歌》，钢琴伴奏林奇贤老师，指挥季义明老师，演唱百歌联谊社合唱团，请欣赏，谢谢。